这个有很多中国的元素，比如说红色秒针设计应该来自于秦军的这个非常神秘的这个冷兵器弩机，表盘六点位的这个秦军甲胄的头盔图案，对，那个灵感来自于也是秦始皇陵出土的这个甲胄头盔的一个复原图，表侧面有一个虎符名牌，所以设计独一无二，而且去满满的全都是咱们中国的这种韵味，对，就很有中国风。